睛准备好了吗？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我要上台表演了。哇！婷婷要下车了，弟弟加油！耶！我们现在在文化局的演艺厅，小鱼今天有表演哦，很开心，好冷啊！就是他们的舞蹈教室有舞蹈啊、音乐，然后今天是他们一年一度的发表会，所以会有很多的节目，然后每个小朋友表演的都不太一样，然后他们是一群一群这样子。接下来是芭蕾舞的表演，舞蹈前芦笛之舞。掌声欢迎。接下来想不想要上去表演？